天是2022年的12月31号，我们等一下要去吃卷豆腐。喂，这是我室友。旁边那一位嘞 ？Oh my god！ 这个镜头，好镜头，三幺，不管了。反正就你们再点两杯一起吃。喂，开动，开动。我们要回去宿舍。我的头发，你看它超那个，它那个颜色，这叫什么？很露色吗？还是这样？不知道，中文不好。那我们没有要去逛街，我们累了，在附近走一走。40岁以后，然后就累了。那刚刚看到一个表，他不是说什么20岁以前的人会去一零？对。然后40岁以后就回家睡觉。是啊，我们40岁。好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晚上通宵打麻将、喝啤酒。岛内散步的导览，主要是在昭和町青田街文州街的附近。其实这附近之前有自己来过，虽然我忘记是为什么会来这边，但其实还蛮远的。今天经过导览之后，其实会对这边的历史发展比较清楚。可能会被剪进未来的话，好，谢谢。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晚上是牙夜的表演，我们在早上恶补练习，现在大概不到8点，没错，也希望晚上演出成功，加油。中心看表演。也感谢各位的鼓舞，那不去呀，不久的将来我们再相逢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
不知道多久以后才会发。去吃晚餐。左边就太土了，现在又会卡西，又臭又长。